究竟我结婚之前要拍几多次婚照呢？希望下次可以跟男朋友拍啦。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金玲。每年来到韩国的10月11月就是我最期待的季节秋天。我成日都觉得樱花和枫叶是百看不厌的。今个月除了是赏枫的好时机之外，其实是很多外国人会来韩国拍婚照的旺季来的。大家应该看到这个 title 区入来都知道今天我又是要去拍婚照了。如果有看我之前的片段都见过，我又跟 Jennifer 拍过复古 concept 的婚纱照，又跟曹飞去济州岛拍骨子园和山茶花的婚照。咁今次又再搞搞新意思啦，就係我一個人影。今日呢要多謝嘅機構呢就係 Go Korean Wedding 呢個平台啦。咁我今次呢就係參加咗 I Show You 呢個活動啦，透過 Go Korean Wedding 赴韓婚禮平台預約嚟體驗呢個韓國婚紗攝影嘅。大家見到呢我而家係就係戴咗 con 啦，完全未正式化妝，跟住個頭都係未 set 嘅，超級耐未試過俾人哋化妝啦。我係超級期待，大家都知道韓國嘅化妝係有幾咁犀利㗎啦。而家就唔好講咁多，即刻出發。我瞬間已經嚟到咗江南呢度啦，咁咧今次第一個點咧就唔係 set 頭化妝，我哋係嚟揀咗衫先嘅，襯衫咧同埋化妝係兩個地方，化妝就係去一啲 salon 嗰度整啦，咁呢度咧就係好多呢啲好靚嘅禮服啦，陣間我就會揀兩套去試噶啦。오늘은본식드레스위주로제가좀피팅을해봐드릴건데평소에개인적으로좀입고싶었던스타일같은거있어요아마좀심플한심플하신가빈티지빈티지한것도좋으시고요근데오늘은이제드레스를이제경험하는날이다보니까사실우리풍성한벨라인이라고풍성하신것도입어보실거고좀슬림하신머메이드라인이런거좀다양하게제가진행을해드리긴할거예요오늘은이제본인한테좀어울리는느낌을찾는날이라고생각하시고다양하게뭐레이스도입어보시고하면좋을것같아요네네신문어네여기매어선유게스타일라그냥어제람해복구同埋간단한스타일但其实呢我諗返我觉得影婚照呢我係要揀啲华丽嘅衫囉有啲 lace 再加啲 see through 呢係最正嘅即係有少性感又加少少女人味喺度哇好靚啦啲衫都因为今次呢係体验呢所以佢就同我講係可以揀两套然之后就会着一套嘅但平时真係嗰啲 package 呢是可以揀四套的有这些 lace 的款式这些就我觉得比较成熟一点但其实也很漂亮因为它有这些比较像轻婚纱感觉没那么隆重和 casual 一点这些就简约一点好像去晚宴还有 cute 一点我觉得这些就是아니면이런거이거조금로맨틱하게가실거면화려한거는사실많이로맨틱할수는없거든요요런분위기예요그리고로맨틱한게좋으시면로맨틱한게이거괜찮네요플라워느낌이랑네와이거할수있었는데원래는약간와이색이다我想讲咧，佢呢度好好嘅地方咧，系佢有埋呢啲头发夹啦。其实我哋未正式 set 头嘅，但系佢咧都帮我整咗大概个型出嚟。我觉得佢今次咧系劲细心嘅，仲加埋耳环啦，同埋其实有个头发嘅编喺度。所以其实虽然我未完成个妆咧，如果真系新郎新娘嚟到嘅咧，要俾对方睇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啊系有眼前一亮效果，唔系净系着咗件衫咁简单咯。另外一点咧就系佢头先咧，你见唔见到我手拎住咗啲花？佢呢度系准。备埋啲花俾你咧，打开嘅时候咧，佢会同我讲话系要咁样拎住。好啦，我而家影完呢度咧，阵间就要去化妆啦，阵间见。
大家有冇睇朴宝剑嘅青春记录？我而家嚟到江南咧，完全系感受到嗰种韩流明星嘅气息。呢啲 salon 咧，全部都系做啲韩星妆发嘅地方嚟嘅，所以咧，我嚟到嘅时候即刻谂起青春记录个女主角，佢会唔会喺度出现呢？而家咧，我就已经换好咗袍啦，因为阵间咧要着嗰啲婚纱裙咧，所以我连入面嗰件衫都除咗嘅。等佢化完妆、洗好头之后咧，我就可以方便攞笠嗰件婚纱上去嘅。其实我系搽咗少少 concealer， 因为我惊我黑眼圈会吓死大家。我想讲咧，婚纱拍摄咧，我最期待嘅一件事就系俾佢哋化妆。之前体验过咁多次咧，真系其实一般嘅化妆，韩国嘅化妆师系真可以帮我化到好靓啦，每一次都好满意啊！即系冇一次系觉得佢哋化得太浓或者系唔靓噶咯，所以我都超级期待佢哋今日帮我大变身啦。我頭先咧係靜靜下 keep 住瞓著 keep 住鐘，跟住佢哋個助手咧就撳住個頭，跟住呢個主化妝師就幫我黐呢個眼睫毛，係咁叫我擘大眼，但係我係咁瞓著咯。如果大家真正嚟到韓國拍婚紗相咧，嚟呢啲專門係幫韓流明星做化妝嘅 salon 去化妝啦，同埋整頭髮咧，係會更加滿足嘅。好，咁頭先咧，我已經整完個頭翻嚟啦。整完頭之後咧，就會去著翻條裙啦，跟住佢會最後再幫我去 fine tune 一下個妝嘅。佢咪會幫我搽埋我個頸咧？唔知嗰啲 BB cushion 啊，好好啊！佢真係會幫我搽啲 BB cushion 喺我個身度。Behind the scene， 平時影嗰啲婚照背後咧，就係要落咁多功夫啦。我哋而家嚟到咗北川啦，我超级耐冇嚟呢个地方。呢个地方咧系我第一次嚟韩国嘅时候有嚟过，之后咧我都冇嚟过，净系去景福宫嗰啲地方，好少会嚟北川、韩屋村。咁但系如果你有嚟过韩国旅行嘅话咧，应该都会嚟过呢度嘅，因为佢咧其实就喺景福宫附近啦。咁呢度咧系有好多行上去咧可以见到好靓嘅首尔嘅景色嘅。我哋而家咧就嚟到北川、韩屋村第一个地方，其实而家都见到有啲红都 OK 靓，咁但系最靓嘅地方咧就喺呢度，除咗可以睇紅葉之外咧，仲有好傳統韓屋嘅樣可以影到。嗱，呢度啲屋咧都矮啦，所以就可以見到一片藍天，同埋見到首爾嘅景。我而家大考驗，不過今次感覺上咧都係冇濟州嗰次咁凍。冰冷的表情，因为有早起啦，又未食饭啦，而家好眼。究竟我结婚之前要影几多次婚照咧？希望下次可以同男朋友影啦。Hey。
想他们跟我说有外景的时候，我就故意挑了一个短的。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只是、我特地想了一下，一定要挑的最短的那个。超方便的，因为他现在下面不用抓住，但是我现在是要很多人帮忙，所以我觉得下回大家应该要带那个拖鞋过来。带一个拖鞋，觉得怎么样？我拍的好，拍的很韩式的感觉。那你最喜欢的部分？造型，就是头发，我特别满意。真的？你有没有跟他说你要什么 style？ 我跟他说我想要 romantic， 浪漫一点。哇！因为我之前有就是给韩国人看过，就是给韩国造型师看过很多照片。我现在的经验就是不要把你的照片给他们看，让他自己发挥，会发挥的让你更满意。如果大家都想嚟韓國體驗呢個韓國嘅婚紗攝影嘅話咧，可以透過 GoKern Wedding 赴韓婚旅預約，呢個係首爾市婚慶協會認證營運嘅平台嚟嘅。而家仲有免費嘅體驗活動，可以去翻我嘅 info box 睇更加多嘅詳情嘅。